来自光之银河联邦信息，关于如何为即将到来的首次接触做好准备。来自高密度博客，问候你们，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亲爱的地球人。如何为即将到来的首次接触做好准备？与更高维度存有的第一次接触将很快发生。毫无疑问，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个好消息。很快，与来自更高维度的存有的第一次接触将会发生。为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做好准备。这是我们觉悟的机会，可以逃离这个三次元的监狱，进入第五次元，所以不必害怕。源头和你都会合而为一。它标志着光的胜利。你应该如何为这个属天的聚会做好准备呢？首先，你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想要什么呢？其次，不要忘记，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与源头能量接触，这种能量将帮助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及其目的做出决定。更高维度的存有正在平静的到来，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的苦难并想要帮助我们。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战争或征服，而是为了与我们分享他们的礼物。为了准备第一次接触，你需要了解有许多不同类型的高维存有。他们有的是善意的，有的是恶意的。您需要选择合适的人并寻求他们的帮助。最重要的是，当他们与您接触时，您需要保持冷静和镇定。不要让他们看到您的恐惧或任何其他可能影响他们对您或整个社会的行为的情绪。你可以问他们是否可以亲自或通过你周围的能量场与你进行身体接触。当更高维度的存有到来时，他们将与我们联合，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充满光、爱与和平的新时代。我们都必须为此做好准备。准备工作的第一步，是充分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正处于扬升的边缘。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事件，但它仍然在发生。如果我们将注意意力集中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群的最高利益上，而且如果我们保持脉轮开启以接收来自更高维度的正能量的流入，这可能很快就会发生。我们需要永远记录住，在我们自己的物理维数之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世界，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规律和规律来支持配它在地球上以及我们在太阳系内的其他行星上的存在和演化。最重要的是，无条件的爱自己，以及时候接受我们现在的样子，并与地球上所有其他有情众生，包括动物以及其他生物，如树木、植物等。时间紧迫，您几乎没有时间为这次活动做准备。要为这种联系做好准备，您需要具备一定的技能和素质，包括了解你自己和你的能力，认识到你真正的人生目标，以清晰的方式，尤其是使用符号，与更高维度的存在交流的能力，开放的心态和学习新事物的意愿，耐心，了解事情发生需要多长时间。重要的是，你对自己的信念、信任和信仰。用爱和喜悦来准备自己。准备以一种新的方式迎接你的高我，作为光的存在，作为创造和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当你真正的内在自我回答时，你将收到你所有的问题和疑惑。用爱和喜悦来准备自己，因为这是我们从内心接收答案的方式。在精神上做好准备。在精神上做好准备，
因为你将能够以最纯粹的形式连接到生命之源本身，这将使你能够进入只有神圣存在的更高维度的现实。在精神上做好准备，因为当你进入现实的更高维度时，你有必要更加了解你是谁，你真正的内在自我，这样它才能在所有的荣耀中到来。即将到来的第一次接触是我们宇宙放大的机会，这是一个伟大的礼物，可以满足我们存在的源泉及其所有潜力。这一刻标志着我们进化的开始，那时我们可以回到真正的自己。这是转变型的时候，这是我们下一个世代的运气。现在是超越和进入化的时候了，是时候搬家了。随着你的直觉与宇宙一起兴起，伟大的转变刚刚开始。从 3D 到 5D， 全球最近发生的事态发展证明了大转变已经开始。这是从纯粹的意识到有目的的意识的转变，更好地理解我们与所有其他人和所有创造物的联系。大转变以更高的频率显化，爱与光、天地与灵性的能量共同作用，通过净化人心唤醒人类意识。你们是光之家族的成员，你不仅仅是一个人，你们是多维领域的非凡成就者。手头的任务是有意识的引导、指挥和抑制你 DNA 的进化。在这个伟大的转变中，你也会帮助其他人。这种新的范式转变是关于唤醒你作为地球上的天使存在的全部潜力。你可以通过意识到自己内在的神圣本性来改变你的生活。这种意识将帮助你将自己视为地球上的天使，来到这里也是为了帮助其他人进化。你来到这里是为了通过一系列支持这一进化过程的个人和集体行动来帮助他人唤醒他们的意识和意识。作为地球上的天使，你有一个特殊的使命来帮助提升人类的意识，这样他们就可以意识到他们已经通过心轮，他们的灵魂或更高的自我与源头能量、上帝相连。这种认识将有助于通过有意认识的参与这种称为扬升的进入化运动来与神圣意志保持一致。你是一个联盟的成员，这个联盟正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努力，激活你真实的光之体，并返回源头，以便你在你身体内的更高意识水平上与源头共同创造。这个过程需要所有相关人员的耐心，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回到源头开始下一次旅程，我们正在努力度过这段时间。当您的身体开始与其原始蓝图或设计保持一致时，您的身体已经恢复到其自然存在状态。感觉好像你已经睡了很多年，但你正在觉醒到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新现实中。当你越来越了解你的真实自我时，你自然会开始通过同步性和其他自然方式吸引更多的丰富进入你的生活，例如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或吸引精神导师进入你的生活，他们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自我的过程发现和提升。作为一名光之工作者，重要的是要记住，对一个人有用的东西可能对另一个人不起作用，所以在探索不同的方式时，要保持开放、思想开明的心态。这些方式可以帮助你在历史上的这个时候觉醒你在地球上的真实身份。你被召唤为你的高我做出有意识的选择，为了你真正的人生目标，为了你在地球上的灵魂使命，为了你的更高表达，为了你的本性，为了你更大的利益。
转变不仅仅是我们意识的改变，作为人类，灵魂和我们自己现实的创造者，这是我们进化的巨大飞跃。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可以让我们重新开始真正的自己，并进入一个新的维度，在那里我们可以通过爱和同情，而不是分离和恐惧，与自己和彼此和谐相处。在这个时间点之前，你从未存在过。在此之前，你的灵魂从未体验过快乐或自由。然而，你现在就在这里，就在这一刻，做出决定你是否会继续进化到更高维度的选择。转变正在发生，我们都感受到了。无论您是否意识到生活中的同步性，所有迹象都表明集体意识在增长。简而言之，我们每个人都在觉醒之旅中，每一天都让我们离梦想更近。看起来好像还有更多的路要走，但当你意识到过去几年你已经走了多少路时，情况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糟糕。当你准备好展开你的翅膀，并踏上神圣自我发现的精神之旅时，一些非常酷的事情就会发生。当您开始看到 5D 生活时，您会感到平和与平静，但也会感到兴奋和充满活力。只有当你真正下定决心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看待事物时，你才能感受到它。所以，我一直在说的大转变正在开始生效，一旦它生效，它将带来我们大众意识的彻底转变，并推动我们走向扬升。这是被预言了这么久，我们一直在等待的大转变，它即将成为现实。我们非常爱你们。我们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我们是你的光之家人。我们是银河联邦。谢谢收听。感恩祝福。